那么整个2020年呢，已经到了10月份，不知道您今年收益到了多少？如果说收益还没有翻倍的话，那么今天晚上的课程呢，就一定要来听了，因为今天晚上我们所教给大家的方法是上个月任大师为我们带来的揭秘主力操盘手法的精彩内容。用他的方法呢，可以捕捉到这个市场当中最强势的股票，啊，可以在1个月甚至2个月，我们可以进入翻倍的上涨，可以抓到翻倍的大牛股。很多人在目前呢，之所以没有赚到钱，是因为很多人呢一直在抄一个大底，想抄一个历史的大底，在未来2到3年呢赚它一大波。但是现在为什么不是抄大底的这个时间？今天晚上我们会给大家讲清楚。第二点呢，就是庄家到底在玩什么样的股票，这个很重要。如果说你做的不是庄家感兴趣的股票，而是普罗大众、大众散户感兴趣的股票，通常是不怎么会起的。当我们买到了庄股拉升之前的征兆识别之后，如何将牛股进行到底？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们将会给大家讲解庄股操盘获利必知的三个要点。知道这三个要点之后呢，才能够真正将牛股进行到底，快速进行翻倍。那么还剩下2个月的时间，我们如果学会这套方法的话，依然可以实现翻倍。如果有兴趣，想要在接下来2个月的时间达到翻倍的盈利，那就赶紧报名今天晚上的课程吧。